这世界格局一定会改变，中俄联手，俄罗斯的亚洲把传统的亚洲结合在一起，将来就是世界的中心，中心，中心的中心，对，是新的文明的发源地。这个最后发展就变成用人民来教训他们的这些政治人物，老百姓回来说，我原来过得好好的，就是被你们这些政治人物搞成今天这个状况，你是头壳坏掉了，真的头壳完全坏掉了，欧洲你自己看着办，真的不晓得欧洲领袖在想什么。